大家好，我是赵子映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可欣。大家好，我是柯震东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新宏。12月10号，支持婚姻平权。我们能拥有一样的幸福，因为我们没有不一样。这不是同志朋友要争取的，也是我们要一起去完成的。虽然这条路有一些波折，但请你们不要气馁。我是王伯杰，我支持婚姻平权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凤小月。今天12月10号，世界人权日，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在凯道，庆祝这个日子，有些遗憾。台湾似乎是快要成为亚洲第一个可以婚姻平权的地方了，我觉得实在是很值得兴奋。所以呢，我希望，修改民法，然后通过婚姻平权，让大家都可以享受家庭的美好，因为爱是平等的。我是阮经天，我支持修改民法，通过婚姻平权。因为人生而平等，我觉得同志婚姻并不会剥夺任何原来婚姻的制度，也不会剥夺任何我们平常所熟知的一切事物，不会侵犯到我们家庭，不会侵犯到我们个人，不会侵犯到我们一切的一切。在台湾这个进步的社会下，能够包容一切所有和自己不一样的，所有和自己不了解的，很重要的事情再说一次，我支持婚姻平权，因为人生而平等。不因性别让法律的天平倾斜，我支持同性婚姻，让同性恋人在相爱的基础上享有法律认可的长期关系保障。我是张孝全。